参加这一次第18届的国际养生大赛。那这两年刚好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采用线上的方式。我的作品是采用台湾有养生之王之称的番薯，那我再结合西式的乳酪，还有中式、台式当季的蔬食，比如说有红枣之类的，最主要主体是番薯，然后再添加乳酪。外形我是采用那个传统，再加上一个创意一个修饰的做法。我是陶文哲，这次采用的是天然的食材来去制作，然后这次用的是秀香米粉还有玄米油来去替代一些其他的成分。然后呢，这次我在两项作品中采用了抹茶、枸杞啊，以及百香果、茉莉花等来去搭配在我的成品里面。然后两项成品，其中一项是应用蝴蝶的造型来去制作，当中里面富含了许多养生的一些白芝麻之类的来去制作内馅等。我这次想要感谢陈德胜老师的指导，谢谢。